再磨没了的缠缠我，我下回要你的命！又等了一天，干嘛呢你？不都整明白了吗？来，比划比划。我觉得咱俩是不是有点误会？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。请放下吧，想想大家。什么意思？ 是越来越复杂了，你要是万一碰上个鸡呢？那有什么呀？那你要是碰上一个好的，那还值得。请放下吧，留下鲜花，世界之间，爱到永远。再跟您说一遍。